到底是多优秀的男人才能成为所有建造博主的模仿对象？不仅砍下上百棵雪松，徒手搭出30一厅，还造出豪华温室种植果蔬，简直就是荒野。
用手工钻头给墙壁打孔。连接好排水管，桌子上再摆上洗漱用品。即使在野外，也要做个精致的猪猪男孩。是时候蒸个小桑拿了，给炉子生着火，添好柴。等室内气温升到60度的时候，将冷水浇到火山石上。毕竟花这么久时间搭建的，一定要给它蒸回本了。